问请就坐。我们现在开第七次会议，请秘书长宣读第六次会议议事录。宜兰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九次临时会第六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30日下午20:45。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员：黄定仁院等32人。列席人：县政府财政处长林佳阳、财务管理科长胡淑兰、主计处长陈进新、决算科长林秋雪、教育处代理处长曾秋香、农会处长陈德新、地震处长于仁新、秘书处长吴志宏、工商旅游处长陈昌伟、建设处长林国敏等。五位单位：审计部台湾省宜兰县审计室审计官兼主任李义新、审计兼科长林淑丽、稽查兼科长林志忠、审计吴建礼、审计朱忠义、审计许淑佳、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林副议长齐山、记录陈洪谋。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依主席报告签到验已达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宣读第五次会议议事录，讨论事项：审议中华民国104年度宜兰县总结算审核报告含附属档案决算及中计表、决算审定简明表、税入部分、本年度部分县政府主管宜兰县政府补助及协助收入其至其他收入值。大会决议除本年度部分县政府主管宜兰县政府其他收入。以第七次会议继续讨论外，其各科目均照审定书通过。其他事项：审定中华民国104年度总决算审核报告时，议员要求办理提供四项令路详读附件，并请县政府办理。散会下午4:35以上。好，各位同仁，议事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准备备查。各位同仁哦，真感谢大家啦哈。我是讲，因为我们还有税出的部分哦，这么多拢我未叮当哈啊。今天总共剩两天的时间俩，郭同仁是不是咱啊？让我们大家共同来进行啊，其他的所在吼，请郭大总管继续联系所有的人员，这样好不好？陈燕，好不好？好。人数不够了，分开了。那今嘛那可以联络了，好不好？啊，不然呢？因为那那那讲啊，啊，我那那讲啊，因那年咯，到这会，哎呀，这时间一秒一秒过去，真无彩咧。咱总共4年的时间俩。我就我们搞清楚状况好不好？我就问你。哎，我们在这边是在等待开会的。哎，这样。好，休息。我们请各党团的负责人赶快联系哈，哦，咱的同仁快当赶紧来，无咱这侪人拢浪费时间了，真不彩。好，我们休息。
好，各位同仁，我们现在来继续今天的这个议事哈。我们请相关单位的律师报告来。好，感谢各位同仁。现在我们早上来进行今天的议程哈。请不请书记逐项朗读。请各位议员翻阅在宜兰县总决算审核报告的乙之十一页，县政府主管决算审定数简明表的税入部分，本年度部分的其他收入，上礼拜继续讨论到这一个部分，讨论到这一次目。好，这个部分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继续。以前年度部分，以前年度部分，以前年度部分的、啊。县政府主管已知十一页，已知十一页。以前年度部分，县政府主管宜兰县政府98年度转入数其他收入36万元，决算审定，应收保留数同数。还有没有意见？没有，继续。好了，问题哦。王议员，有问题吧？好，相关单位说明，哎，还是没有那呢。财政处你先讲了。主席，感谢。成员关心哈，那这一件案子主要是办理97年度输变电设施周边地区的电业事宜哈，就前面有进来哈，那是公里处承办的哈，那这部分大概就是主要的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哈。以上。好，阿内有意见冇？哈，好，公里处，公里处，处长有没有来？来，请说明。快点，速度更快。主席好，跟各位议员报告哈，那这个36万今年会结案，好，目前是已经在办理结案的。那宜兰市公所这36万，好，那会拨过来，好，我们是这个36万已经结案。好，有没有意见？没意见，通过，继续。100年度罚款及赔偿收入转入数6088.8万元，决算审定减免数6079,000元，实现数77,000元，保留数91,000元。好，处长，请说明。主席，感谢议员的提问哈。那因为这里面主要是有一笔就是违反烟酒管理法里面的财罚数哈，大概将近是5700万左右哈。那因为这几件，因为上次我们都有去盘查过，主要都是因为罚款的人，因为他们现在都是用人头，啊，这些人头其实基本上在被抓的时候，当时大概都已经没有财产了，所以我们依照的程序呢，赶快去做哈，大概我们都会依照程序去做，有两件。总共有11件哈、发生这件事情哦，那有2件已经去做强制执行了，那9件去做到拿到那个债权凭证，好，那有关这一部分呢，我们也正式行文给财政部哈、就针对这部分的那个拿不到钱这样子有人头这样状况哈，能够尽速的严厉措施，那财政部在研议当中，那我们能够做的啊，就是说现在目前在每一年的所得税报的时候哈、
都会去查这些人所有他现在是不是有一些不动产或动产能够去强制执行啊。以上。好，陈议员。那个主任，对这个减免数那么多哈，六千几万之类啊。主任，你对这个看法如何？一百年度的那个保留啊。哦，谢谢。是。好，主任。大会主席，那个林副议长，还有谢谢陈议员的咨询，垂询，有关于这个一百年度，也就是以前年度的一个罚款跟赔偿收入哈，他这个经过县府来讲的话，减免的结果的话有六千多万。刚才那个林处长也提到说，最主要的一笔是违反那个烟酒管理的将近5700万。那这个部分比如说当初在做裁罚的动作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如果有违反规定的时候，原则就是直接去做行政的处分。那在实际上去追的时候来讲，可能有一些刚才提到的，因为可能是人头的关系，或者是他没有财产，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没有办法实际上去做一些追讨的一个动作，而造成就是会列入到减免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我觉得我也应该是希望能够业管单位来讲的话，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是应该再加把劲来，确实是不是能够就行政处分这个事项来讲的话，有关于这方面科目的收入来讲的话，再尽可能来去积极去处理。那以上报告。好，陈员，主任，对于这个减免数啊，您请坐。对于减免数，现在一下子，以前明知道是人头，啊，金马立功哈，放了那么多年以后，他几年以后才可以减免，我感觉这对整个那里财政损失蛮大的啦，啊，不会当初那个放正嘛，那个卖给人查的啊，财政处，啊，你都没有作为啊，因为有作为而不作为呢，啊，最常简单。感谢陈议员方。那我想这部分我们不是没有作为我们是有积极的作为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每一年都会去查财产，那这个实际上也是全国所有的县市政府都会有的现象，所以我们赶快，我们是第一个发动，赶快去跟财政部发现说这个东西以后它能不能从这个行政法改成刑法，那或者说它限制它出境，都用这种方式，我们都有正式的行为跟财政部讲，因为这些实际上我们也都依照程序去取得债权凭证。但它十年虽然是在我们的预算书上面四年是免于保留了但是我们都会继续追到十年以上，是追到十年。现在这一笔是多少几年了？这一笔现在目前免有两件是执行九件大概已经拿到债权凭证。不，九件拿到债权凭证，你今嘛减免数啊？我今嘛说，你减免数有六千多万了。六千多万。对啊，那这以后就不收了啊？没有，就是我们在十年之内，这个它可能是四年嘛，它现在得四年我们会继续追六年。那每一年在他报所得税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查他的财产。不是啦，你突然讲那个，你说现在他只是那个民事嘛那个刑事应该是。财政部有什么规定吗？没有，就是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正式行文给财政部，请他考量是不是可以到达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应该转为行政法。现在他没有限制出境还是怎么样？有没有？都没有，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是一面差不离啦。我们现在给建议财政部，因为这个是中央法令的问题。好，你请坐。主任，找你。对这件事情您这边要怎么看啦？应该是要怎么怎么限制他，虽然说他人头也是要有怕的，对吧？这行之有年啊，到现在都还没解决这些事情。所以你是不是建议上级那个单位看面要走财政部那边有没有再建议？好，主任党副。谢谢陈议员。没有错，刚才县府这个地方发现说，有关于违反这个烟酒管理法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减免数这么庞大的一个数额来讲，可能这样的一个只是在追缴他财产来讲的话，这样的一个遏阻的一个作用来讲的话，可能效果没有那么显著。所以呢，以业管单位他其实想说，
除了财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是不是能够转成在刑法这个部分来做一个积极面的一个处理？那我们会后来讲的话，去看看全国性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子。如果这是全国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来讲的时候，以站在一个审计的一个介入立场，我们也会督促那个建议行政部门来讲的话，要有个积极的作为，看这个部分来讲的时候，是不是建议中央主管的部分来讲的话，再去修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法令，来去让这个违反相关法令的一些不孝业者来讲的话，能够有所警惕，然后让这个情况能够有一些那个改善。好，以上报告。我是讲哈，这个要有作为。那就是说，现在减免数明年度就不会呈现出来了。对，都不会了。预算数不会，它是保留了。嘿，对呀、啊，保留减免数的话，四年。我们明年的话，对于整个那个决算啊，就不呈现出来了，会不会？不会呈现出来了啊。啊！你讲四年，你今晚要搁再追讨十年啊？安尼敢对？主任，我嘛安尼，我跟你讲，那现在六千多万，以前都怕小了，无去啊，都对啦。这边小了，一笔勾销了。哦，跟前面报告，他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是说注销减免啊，但是他行政单位有债权的话，其实后面还有五年来讲的话，可以再去追讨这个当事人的一些财产，还是可以去追。对啊。可是，在我们账面上就看不到这一些的啦。行政单位会在另外在一个另外一面会去做控管的动作，还会再继续追。主任，你说啊，张书记你讲的。跟议员报告，其实我们追的成果哈，也都有一些成果。我们104年跟105年，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追缴了大概有100多万回来了，啊，都有发现。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有实际上都有去在查，那审计室也给我们做一些肯定，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查得蛮勤的，只要一报所得税，那年要报税的时候我们就去查了。所以这个东西会继续持续，我们会查十年，就是从今年开始要查六年是。哎，陈议员。那个财主啊，你讲安尼，我是听，我无。无啥认同啦，你这个部分，你想讲以前年度部分对无？以前年度你转入数53,242,800元，你减免数是7,397,200元，其中哦，以100年度的减免数6,074,400元最多哦，啊，罚款以及这个赔偿收入有6,719,000元最多哦。可是102年度这个税客收入有354,900元，因年度终了届满4年或5年，未实现免于编列，列入减免数或注销数哦。这个部分你头拄仔甲我讲讲，即卖是10年哦。行政法，即卖改10年啊。行政法还保10年啊？那民事法啊，一般那种规范民事法的话，大概就是可以无限期。你看租金啊，本席认为是说，在执行的单位执行不力哦，你造成遐尼济的财源来流失，而且你各年度预算税出与支出，这个部分，那个李主任，在以审计的观点来讲，是否有没有违背我们预算法之精神啊？都来就是讲，咱审计处这边有何监督的机制？哦，倒来就是爱要求各局处，恁的行政责任到底你们要怎么惩处？有这个部分嘛，是爱请咱李主任甲各局处的这个处长来讲一下理由甲说明吧。哦，啊，你即马来讲，这钱你嘛是无收倒来啊。哦，啊，你讲的就讲啊，当每年他报所得税的时候，以后就你要再来要来追讨。人家有欠人无要报啊啦，人对无？是不是？你这钱你嘛是借袂转来啊？哦，啊，恁看有啥物机制来做一个咯？你说明一下。你头拄仔讲啊，我是本席不认同啦。好，以上，请先答复。哎，主席啊，感谢陈议员的提问啊。那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真的是
也想尽办法了哈。那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自己本身现在目前其实会发生这种事情，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们用通文信来讲，一个就是说当时有一些单位他吹缴的不够的那么的努力，或者是忘记哈。所以在这一部分，我们已经建立一个系统，现在目前已经建立在财政处这边有一个系统，他只要缴出那个罚款单或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追了。然后他每个月都有报表，都会出来，那我们就都会提醒，所以会有四个点去查核他到底有没有把这个东西要罚的东西有没有确实的送达。所以现在目前成果都不错，都已经送出去了哈。那第二部分说，实际上要拿到这一笔钱的话，因为我们也去想尽了一些问过来一些各县市政府的做法，确实哦，这是中央法令的问题哦，我们没有办法去说把行政法改成刑法。那这个东西我们都已经有建议了，那财政部这一部分也纳入研议。那有关这部分，我们也想说等会议完以后，会期完以后，我们会联合各县市政府有这样状况的人，再跟财政部再去请示一次。因为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有效的遏制这些说他利用人头，要不然现行上代刑法上他没有办法去做。好，以上。好，王议员。是，谢谢那个陈议员垂询。有关这个，不单单只有宜兰审计室，这个所有的全国的这个审计单位呢，每年都会针对于他所辖管的一些县市政府来讲的话，对于那个应收未收的一些罚款缩缴的情形呢，都去了解，而且呢，促请这个县市政府来讲的话，要积极的来追缴，或者是说要移送强制的一个执行的一个动作。那这个我们当然会看看他整个的一个办理的一个情况，来审核说县府的业管单位是不是有确实已经善尽的一个他的一个职责。好，以上报告，谢谢。好，黄议员。财政处理说明一下，这个2018年度这个6000多万，恁的违反烟酒管理办法都5600万啦。哎呀，为什么这么多？现在一笔勾销就没有了，这个你要说清楚啊！没有的话，没有的话，那怎么样追讨？追讨的过程有真积极还是消极？那很消极，行政人员要怎么样做处置？纵使要有一个压力嘛。上一行政执行处啊。有没有送行政执行处？这个等一下说明一下。那第二个，化龙一村这里，化龙一村怎么一直在保留啊？本席对于化龙一村都非常的关注，而且非常的注意这个进度啊。为什么都不进行，一直在保留哈？一年一年的保留，那保留多久啊？这等一下一并说明一下啊。那另外，那个尊师孝亲这个，孝亲尊师这个活动啊，那过去的问题较大呢，安尼收袂转来，像刚才你丢咸鱼啊，你注解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请业务单位这三项一并说明一下。处长啊，该提诉讼就提诉讼。该安那接就安那接了，免客气的。哦，那您给他耽误一下。主席感谢黄议员的提问哈。那我先大概说明一下程序了哈。我们在开罚单出去一个月哈，像烟酒这一部分，他如果没有来弄的话，我们就会送上刑事那个强制执行。那至于强制执行之后，需要多少时间能够拿到债权凭证？那就是因为强制执行法它有一些规定，法院它会去那个法庭它会去判断哦。那至于5000多万，因为那个是有的是之前累积下来的哈。那累积下来到现在目前为止，会去议员可能担心的是会去下面免于保留或减免的这一部分。我们刚才如果说在预算程序上面，在这边是以后4年之后，它这个是看不到，没有错，就是在6000万左右是看不到。但问题是这些呢，我们会继续再追6年。因为依照那个行政法的规定，是我们可以追索10年。那所有这些没有拿到钱的，我们都已经依照程序
强制该送强制执行的送强制执行，已经取得债权凭证，已经取得债权凭证。那这部分我们也责成，我都责成我们各我们的科里面的单位同仁，只要一发现啊，他们有的时候像今年他就发现有一两笔就被我们查到了哈。他有一些一些收入啊，就被我们执行了。好，所以这部分我们都会尽力去做。当然，只要发现是有同仁一个缺失或怎么样的时候，我们都会进行自己的处分啊、哦。以上。好，那没啊啊那个呢？啊，陈爷。另外两项呢？另外两项呢？校庆活动那个啊，民政处来说明啊。当街说明。民政处跟教育处呢？哎呀，现在最后多少了？啊。建设处20万，建设处请话吧。不是啦，给你。啊，民政处。啊，民政处。教育处。重点说明啊、哦，请建设处的先喝了。那个谢谢议员啊，有关于那个化龙一村的都市更新案的部分，基本上因为它涉及到都市计划变更啊，那变更的案子已经有送到内政部都委会，可是内政部都委会针对我们提送之后要做一个这个商业开发的部分啊，是不予同意啊，所以这个部分还要再经过都委会再做最后的讨论，才能做最后的一个定案。那这个是因为涉及到都市计划变更，所以这个部分到现在是因为都市计划的程序没有办法完成法定程序，所以没有办法执行后续的一个相关的开发的一个计划。以上报告。好，那继续请教育处呢？那个20万是谁啦？道义啊。民政处那个啊，谁开、啊？债权凭证拿到了没有？处长，啊，行政都不会追讨、嗯。没有，这个在去年审查决算的时候，议会有决议，就是不补助哈，要请他那个缴回。所以县府就是由教育处为主政单位，我们县府有去函给联盟，他们在去年的12月有提的一个偿还计划。那从去年开始。分10年，每年缴还10万块。那今年105年是第二年，也已经缴回10万块。那要一直缴到113年结束。那113年？对，104年开始，10年偿还计划。偿还计划我哪不看啊？我哪不知啊？嗯，真的无咯。这部分是有没有？啊，是爱去提债权凭证。哎、欸，那个很快啊，他有财产啦、啊。处长，财政处长，阿明阿总，啊，财政处长，哎、欸，这么多年了嘞。那个主席跟黄员哈，我想那个我们目前哈，依照所编的资料哈，就是宜兰县的孝亲尊师联盟哈，在104年的12月28号。已经把他的那个偿债计划、哦、送到我们县府里面了、哦、所以这个是民政处他们收的、哦、教育处收的。那现在目前按照他的还款期限，大概就是每一年都会还10万块钱、哦、那基本上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把这笔经费给他清偿掉。以上。哪一年度开始？104。对，今年收到了吗？今年他们也收到了。对对对，104收到了，105他好像也缴了，嘿，对对，都收到了。对啊，收到。民政处长，您讲个清楚好不好？虚的啊，虚的。但是尽管说我钱安尼，像你提欠伊啊钱安尼，但是成啥？你若讲提钱予人啊，乒乒乓乓，遐来讲收钱，都像你像口条安尼。你无怪阮这议员大家生气啊，对不对？哎，主任，对这个偿债计划你看过吧？你没有看到？李主任，你嘛要提出恁的魄力啦！那真正有影，这公务人员哦，不执行公务哦，怠惰的话，应该处罚就要处罚了。是。嗯，谢谢陈议员。有关这一个，议会没有通过这一个补助款，然后要求县府去向联盟来追讨这一个款项这个部分。
那目前县府已经跟之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要求联盟要提出一个还款计划。那这个部分我们有持续在督促县府，然后有没有很积极的一个作为？那现在最近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他们会依照县府会依照这个还款计划来督促的联盟，那每年然后还款10万元这个部分。那但在之前来讲的话，在我们也说，如果他没有按照这个还款计划来执行的时候，我也有督促县府来讲，然后要有一个强制作为，看是不是做行政程序或者是行政质询的规定来去做一些处理。好，以上报告，谢谢。所以讲吼，公务人员因为而不为嘛，所以讲伊本来依照都要叫伊那个偿不是偿债计划，本来行政程序本来就要走了啊。啊，我们县政府都不走啊！啊，起码都藏在计划。啊，伊若过来的时阵，若无注意的时阵，以后这减免的无去啊，变怕小去啊！啊，会不会？主任。OK， 像比如说，现在目前这个款项还是在这个账上。那如果他们要去那个减免或注销的时候，要经过我们同意，所以我这个部分来讲，我们会严格的、严密的来去注意。好，以上报告。不是啦，像杜安之前你讲的，提钱拢遐吃怕，是甲拢处理。啊，今嘛要甲讨钱干哩？讨减免遐钱呢？这个是县政府。你认为这样合理吗，主任？县政府作为他，不够积极的。这个主任嘛，我是讲哦，恁看安那督责哦，县政府这官员哦，然后当时啊像咧放水安尼哦，啊，因伫讲修理的时候哦，都像拿大刀啊啥咧乱泼，啊那伫放水的时都像，对不？你讲莫怪我这议员伫甲你堆啦，我是讲主任嘛，切切实实哦，提出你的大刀啦，该怎么砍就怎么砍啦，啊，莫阁我这议员伫遮呢哦，感觉。哎，很无奈啊呢，啊，感觉真无奈呢，哦，啊，李主任请坐啦，谢谢。哦，啊，其他的部门有意见无？那无意见，好、哦，咱要求审计室吼、哦、确实执行啦，好不好？好，那我们继续。财产收入与前年度转正数24000元，决算审定减免数同数。哎，没见，没见，继续。继续已知12页，补助及协助收入。100年度转入数6620,662,000元，实现数562,400元，保留数998,000元。还没见，没见，继续。其他收入，2000年度转入数179,900,000元，实现数100,000元，保留数169,900,000元。没见，没见，继续。101年度罚款及赔偿收入，转入数1,474,100,000元，减免数10,000元，实现数422,200,000元，保留数1,430,900,000元。哎，没见，没见，继续。来说明。好，说明。处长。无啦，各个局处遐啊，有遮侪单位遐个啊，为什么保留啊？是安那保留啊济啦，处长你先讲者，为什么？主席啊，感谢议员提问啊。那主要还是有一笔是我们的烟酒税的部分哈、啊。那烟酒管理法不是，对不起，是违反烟酒管理法的财罚数哈，是1200多万哈、啊。那我们有收到两笔，我们有收到60几万，那三件。其他三卷我们都已经循程序拿到债权凭证，好，所以这个东西我们都会继续的赶快，每一年在所得税都会去追缴它。好，以上。哦，每年，啊，你起码过几年的时阵都被减免掉了。所以你到底这收会转来袂转来啦？无可能这样子啦，咱讲实在啦。处长，你甲讲的较确定性的嘛呢？这个。真的，我们都尽力在催缴啊，因为104年度跟105年度，我们追缴了100多万回来，就是之前的哈、哦。那这一部分我们也会尽力做呢。那有很多真的是
吹缴的部分到底是安怎？是对方无财产还是安怎？无财产，就是刚才我们有所提到的，就是会去有受到这些财罚的人哦，大部分都是没有财产的哦。他们刚才讲过，大部分都是用人头去做哈、哦，所以那些船长可能基本上被抓到的时候，基本上他都已经没有财产。所以这部分我们刚才提过，我们已经请中央建议中央来修法。好，才能够确实落实的。那大部分的，要不然大部分的钱都会追不来。那这也是全国性、一般性通案的一个现象啊。我想我们会尽力的去把它追回来。那在如果是以105年度来看的话，我们就800多万里面，我们就已经拿到100多万的一个财罚数了哈。那我们想说，我们这部分，我们同仁都会尽力去做啊。以上。啊、那工商旅游处呢？这个跟工旅处有关的呀。有啊，还有啊，公里数30几万啦、啊，钱借都财政处的借呢。违反观光条例，这里是啥位啊？几年了？好，公里处里面有工商旅游处、公务处、建设处、农业处、社会处、地震处、劳工处。哦，你个说明的。哎，各个单位你怎么摆起来哦？无人要起你啊，主席哦，你们叫人家拢爱起来啊？到底什么关联保留数啊？上来说明啊！你这么是100块一年呢？嘿啊！好，那个公理处先说明。哎，主席哈、哦、啊，跟各位议员报告哈、哦，他大概主要是违反那个发展观光条例哈、哦，就是像这座套房。或者是民宿啊，那我们都每一笔都会积极的催缴中啊，那积极的催缴中啊，等到一定的年限的时候会去办理债权凭证。好、啊，以上报告。好，什么一、啊、到什么规定年度？那个我们现在都积极的，就是说去强制执行啊，然后那个然后去查他的所得。为什么强制执行不到呢？资料啊，他如果没有财产。没有财产，违反观光条例，他们怎么会没有财产呢？好啊，他要借名的。跟陈议员报告好，那目前我们都有积极的在办理。总共有几笔？朱定啊，你现在公共也未使，你才华这间啊，这间无财产，你现在一年也未使。啊，我让我给个陈议员报告，让我积极的在催缴。主任，现在健康标准公务人员应作为而不为，对不？啊，你都坑的啊！啊，到时以后，等到几年以后，就减免掉了。啊，是恁朋友啊？那是你朋友吗？这100块一年的资料，哎、欸，我无看到详细的资料，只知道说我们每年都要签，好、哦，每年都要清理。哎、欸，每年都要清理的，每年都清理，然后你强签不都该清理啊？当地边啊？跟陈议员报告，一定要依循一定的程序，好、哦，不能有因作为而不作为的情形。我老李讲解了，那个李主任，啊，你报告一下，这现在100块一年个单，他做初定位的讲，做什么这？因为他没有财产，没有财产怎么去罚？因处长大家己稍微较专责一个，完全拢搞不清楚状况，乱印你安尼印啥？啊，李主任你讲一下，发像这款的公务人员该处罚爱处罚啦。嗯，是作为不积极嘛？大会主席还有各位在座的议员，县府他有定了一个改善规定。就是那个县政府暨所属机关办理行政罚锾缩小清理的一个改善规定哈、哦，那这个规定是在给一个县府的业管单位来办理缩小跟清查的一些规范。那至于说整个一个一个追缴或者是他提了一个处分书送达之后，到后续的一个执行，或者是他已经拿到债权凭证之后。有没有依照刚才我提到这个改善的一个规定所定的一个时程来收缴或者是那个催缴？那这个部分我们每年都有对于这个部分看他的作业的积极度怎么样，有没有按照这个改善的一个规定的一个里面所规定的期程来办理？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列举一些明细来讲的话，问他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他的理由并不是那么充分的时候，我们就会行文给他们来做一个课责的动作。好，以上报告，谢谢。好啦，那个主任啊，我是讲你讲这啦，我希望讲哦，
他都阮议员伫讨论这个代志哦。你101年到即马，今年已经105年啊，对不？你到底你抽几件出来？找几下来处罚？真正若无照 SOP 安尼来，按照时程流程来行，对不？该处罚来处罚嘛，对不？啊，无当嘛，甲放遐放麻麻，对不？啊，新接任的主管还佫唔知讲他到底是什么状况，期待一年呢？哪里有这样的？好啦，阿你陈远，阿你有意见无？无啦，阿公务处咧。阿你王远，王远。等一下，公务处处长。你对我讲很积极哦，本席不认同啦吼。为101年甲今年都105年，那我迄个处理一件代志30几万，非常积极处理5年，这个本席哈不予认同哈。所以讲你讲积极哈，请收回去哦，根本就不积极哈。你的清车，我看你的表现非常强悍哦，买当现场指挥，现场指挥迄个警察人员哦，来得去甲搬物件，去甲查封不许人什么人员进去。你那个积极的态度，我现在看到你这个账面上这个30万啊，根本就没有用到你积极的态度去处理啊，哎呀、啊，啊，这个是南辕北辙啊，相差这么多。好了，你先接啦，阿你请港务处长。主席啊，谢谢那个陈议员的春询哈、哦，这一件是违反水利法，他在行水区里面堆置一些废弃物，被我们采罚哈。那目前已经拿到在前凭证，那我们每年也都把这个案件请行政执行署来做一个罚款的一个追缴。以上报告。追缴进度嘞？你讲每年那追缴进度的打？因为目前他大概执行并没有有比较有成效的一个结果，他财罚是10万块，那不可目前大概只执行到700块以上。是无钱啊？啥？无财产啊？那样转哪呢？好，安尼，陈远啊，你还佫有啥意见吗？不是啦，我感觉吼，像说他在那个河川流域堆置东西嘛，伊一定有财产的，也是讲伊用人头来。当初我们在执行这取缔的时阵啊，是毋是伊用人头是咱唔知，也是伊同我甲脱散，为着10万去脱散，你敢无？不可能吧？这不可能啦！包括那招书的嘛，拢安尼。是吧？你啊。基本上我们大家都是罚行为人了哈。那因为河川区域里面也是我们的工地嘛哈，所以也找不到地主了。那变成说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行为人，那当然行为人他到底有没有脱产，其实我们不知道。所以变成说，我们一旦裁罚出去，就会照程序赶快去像刚才讲，一个月以后他假如没有缴罚款的话，我们就赶快移给行政执行署。那行政执行署他基本上他就可以去追他的财产，从他的财产里面去扣。好，那基本上我们的程序我们都会抓得比较紧啊，就不会反扣不到。就感觉上这一件就是没办法扣到钱。只有这一件啊，这是一件的嘛。今年度这个101年度我们就只有这一件。只有这一件。对，就只有这一件。别的年度还有就对了。对，别的年度还有。好。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继续好不好？无啦，建设处、农业处啊，他们要出具说明啊。拢赶快嘛！我拢赶快引起散会啊！好，建设处，请说明。好，主席、各位议员好。建设处的部分，101年部分是一件有关违反都市计划法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也有取得相关的在前凭证，那相关的部分都有依照每年都会请那个行政执行处针对这个部分来做收缴，但到现在为止这一件的部分也一样是没有扣到相关的一款项。那已经取得违反都市计划法，它应该有土地啊，不然怎么会违反都市计划法呢？土地的部分，因为它那个是针对于那个现金有的财产的部分做相关的扣款，因为它有一些是行为人的事情，所以这部分都依照相关的程序去请那个行政执行处来做扣款。这个哈，李主任，你都要说行为人地河川区，我认同了。要是说违反那个都市计划法这类啊，我干嘛这边也找无人呢？到现在还追讨不到，那是管理的好朋友还是领导的好朋友嘛？你不敢去，就我放在这呢，是不是这样？主任，你要去了解一下，到底他们有没有去执行这个动作？因为去催讨啊、三分啊，我拢无啊，101你一直肯放下去嘛？这有的一定有财产了，没有都找不到呢。
怎么会留这么多呢？啊，你讲吼、哦，违反了儿童社会福利法很多啊，你讲啊，我那不要讲啊。主任，你认为呢？怎么会找不到呢？啊，不是讲偌济钱啊啦。哦，抱歉，那个陈议员这样子吼，那个李主任啊，你今嘛甲那个建设处处长吼、哦，就核对一下啦。那到底处长啊？你讲行为人啊，伊这都是土地的所有权人啊，谁也提不到。啊，你佫讲得较清楚点，你莫安尼模模糊糊安袂使。是主席哈，还有各位议员，那个土地的部分也这个部分都已经有送那个强制执行的部分了哈。那强制执行现在一百公一年够对吗？那强制执行的部分，这个部分六万块应该是相关的部分也查不到相关的财产跟其他的、那個。啊，土地就是伊的财产啊，那不可能。有一些行为人不一定是土地所有权人啊，行为人不一定是土地所有权人。干嘛呢？对，买完了嘛？有租的部分就是会是这样子的情形。哦，请坐，黄议员。那你们追到后面一百零年是五年的债权凭证有没有到这个程度了？有没有？啊，无你嘛有一张啊债权凭证，可能看。有拿到有债权凭证。有债权凭证是。那有没有通令所有的银行单位？有没有？这个每年都会针对这个部分会都会有扣，如果他有相关的财产的部分都会扣缴。哦，那债权凭证多久就能够拿到？已经拿到了。经过几年？经过几年哦？对，这一件我现在资料没有讲说什么时候拿到。你把资料送给他们了，好不好？啊，已经有拿到。好，安尼我看安尼啦，有诶都啊，黄远。主席，那个财政处处长哦，我请就教一下哈、哦，那个101年那个华进华远哈、哦，你那个。那个未结清数啊，有1,427万吼、哦，3,000几啦。那、啊、你这后盖是要哪从？这个以后是不是可以转到102年的这个华进花园里面呢？还是要哪从？我讲一数，你知无？如果没有拖不掉这钱，你明年都是咪转入去102年的这个。华进华园，那个收入。啊，财政处啊，你说明一下，注定啊。这个未清结束，就是会继续保留四年，比如说他保留四年之后才会免于保留。那我在这个期间，我们都会继续的追缴。那即使免于保留之后，如果取得债权凭证的话，我们都可以有10年的时效。这样子，啊，我先搞的哈。哎呀，你请问那一年多吼，你华进花园啦，你未结清数啊，你像100块一年啊，你偷钱都真下蛮偷啊，偷个一数啊了嘞，1,462万，你敢那偷300，敢那偷偌济？收入实现数敢那34万俩，是不是安尼？我看这是唔正确，哈？我唔对啦。啊不，唔对啊！你即马这是啊，我们这能不能债务转移啊？你和私人去偷嘛，而且还蛮偷的，啊？可不可以这样子啊？问一下。对吧？债权转移啊。黄议员，我看来开一间讨债公司啊。我那这还蛮偷的呢，而且还蛮偷。无啦，卖我多那1,000多万偷3-4万了，你这啊你偷啥？好啦，安尼就、啊、我看。主任啦、啊，这不是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应该公务人员应该行使他的权利义务没有行使的、啊？那我这还蛮妥的呢，我感觉我的小嘛无可能拖啊少的，1,000万拖3-4万尔。主任啦、啊，你的看法呢？好，主任是，请报告。大会主席，还有黄议员，这个追缴动作当然以公务人员来讲的话，做任何的一个行为来讲的话，都要依法行政。所以呢，像比如说已经裁罚了、处分送达了，然后后面的相关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催缴或者是移送强制执行，然后取得债权凭证，然后之后呢，在每年去查掉相关当事人的一些财产，这个都有相当的一个行政的规范。那当然了，我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以审计机关的立场来讲的话，最主要是看看以县府的执行单位来讲的时候，有没有确实按照刚才我提到一些规定的一个期程，然后去审核他有没有应作为而未作为。如果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以审计机关监督的立场，一定会加强来课责，然后来监督县府来讲的话，要把这一个未收款的部分要积极来追查。好，以上报告，谢谢。好、哦，林远，啊，李主任，主任、啊，其实这钱卖入来吼，都不拢无财产啊，要怎讨？对，你安尼讲一下就好啊。伊本来无财产啊，变讲我有政府法啦、啊，我通租厝，违法了，财法了犯法，我林雪明内底拢无财产，你要怎扣？扣袂着，你安尼解释就好啊，无解释了，不然安啊测试一下，你知啊？这钱收的入来卖入来，你知啊？这人无财产，要怎收的入来？过多一步也收袂起，过两年也收袂起吧，对。这较简单，我个人的看法啦，较简单来解释一下。好。咩也收袂起吧？好，陈正南议员。对啊，啊无债权转移啊。这个101年吼，未结清事这个吼。好、哦，你个讲得对啊。这个第八项就违反不动产的经济管理师条例这个值班。啊，这个地震处就带地震处长啊，该说一下，这什么证啊？好，地震处有没有啦？带地震处处长。地震处长，赶快。好有、哦。有啊。用照。阿妹，你过来问。我带唔是叫人。无啊，底下坐。这第八项的这十万块，这地震处的这是啊。收不起来，这条干不是咱天天在那破壁，这条就那。这也是只有一件啊，一件，他违规情节比较重，所以一件就罚10万块。还有大概是我们县府里面呢、啊，对于财罚完了以后哈、啊，那大概是他每3个月都会检讨一次，在县务会议里面看有没有移送强制执行啊，有没有实现完，大概都依照 SOP 的程序在走。处长，这个。所有的咱这个，可比讲地震师的执照，啊，可比讲这个这个不动产经纪人的这个是爱经过咱这个环境部这个报，环境部这个开业嘛，那开业都环境要开业，啊，环境开业时，伊违反这十万这代志的时，啊，你可以暂停他执行他的业务啊。你无来叫叫你，你无来叫你个，啊你个个继续营业，啊继续种啥？啊你啊，权利地咱管政府啊，你要就是放伊去共管啊。你要加强考核这里。权利他的工作权利是在我们县政府的手上，啊你这边主席你无个执行，无个追缴，啊无个暂停，你这叫叫个个做嘛？啊你这十万块，你这十万块是什么证件？什么有？什么大代志？你讲，你这个证件，虽然这未使考。好，就当真了。的确没有错的，这就像那个陈议员所讲的，一不计较了啊，不断经济业的执照，阿姨的第一的在高速公路经营下的大扛棒的工格哈，的就招商啊，好的招商，公没白得安的哈。啊，所以呢，其实像我们地震师啦，我们不动产经纪业啦，哈、啊，或者是我们估价师啊，大概是拢大概拢依照这种程序在走，啊，在走。啊，今天哈，今天立了伊都无职业嘛，无证书，当然伊即嘛哈都无咧职业啦，啊，无咧职业。啊，无职业，伊你挂扛板什么意思？没有，那就罚那一次，以后就没有做了嘛。啊，你这脚地裂手头啊，你他是没有执照。他是没有执照，他是没有经纪人执照，阿德底下硬扛办嘛，所以今嘛这边呢，管理啊，是你的根本的规也拢修起来，哦，是安尼。今嘛这个，这是公司性的嘛，这是他是不是一定是
根据个什么，我说永庆啊，是什么庆啊呢？哎，来，这挂扛棒嘛，啊，是不是你可以用永庆的名？他开话永庆这，大家在一律，大家刚转过啊。你可不可以？可以，他不是个人的、啊，他是以公，他是，他是以法人的，是不是？啊、不是以自然人啊。那个在财阀。那这是他个人的行为，但是自然人啊，哎对，不是法人啊，啊今晚要你走不？没你走啊，啊一点一用在上啊，你在上来有啊，不啦，伊你要对账啊，按照伊落去啦，才华，不啦，安尼一零一的部分哈、哦，我们就这样了，好吧，好了，继续。劳工处没有讲啊，劳工处，刚有劳工处哎，好劳工处，报我班 ，OK。主席、各位议员，大家好。有关于101年度的劳工处的部分，违反就业服务法的罚款的部分有1214822元。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件是注销，送请强制执行的有7件，已经取得债权凭证的有7件。所以总数是1214822元。那我们同仁有对于这些保留下来的案件有送请强制执行，那有7件已经取得债权凭证。那我们每年在报税期间，也会在清查债务人的的财产所在地，会继续来进行。好，陈远，市长您请坐。李主任。对于说每年报税的时候才去强制执行这件事情，你认为呢？平时都要去做啊，是安那在报税才去清查这一件事情啊？主任，对于整个哈、哦、所有历年度的保留原因，我感觉你要去详加的查核啦。虽然真少，不过在各个局处，他们承办人员到底因今年都有去做啊，不去做？这相关资料你那去查查，相加查查。啊，你袂使讲，当年的保留啊呢？我相信很多的哈、哦，真的无偌济，我都甲等咧拖底。第二年来，我再过来债权凭证我拿到了，结果没有去执行啊，对不？现在标准的应作为而不作为，财政处长，这你那钱的啊，你变那收？你讲违反劳工服务法了，上万这钱应该找得到了，没有可能脱身，为了这几十万钱去脱身呢？这标准我干嘛嘞？主任，你要列入考核啊！让财政处，你马西亚克月报季报到底有没有去？承办人有没有去做？你那去了解啊？对吧？我相信过你唔干，你都不知道这个钱到底有没有进来，到底承办人有没有去追踪追查？阿西翁啊，黑的团队等你我都贴出来，几年以后就减免了。啊，那个。李主任啊，那我们就针对哈、哦，针对劳工处这个101年度的部分哦，用这个来做主题啊，你该了解的呀，好不？该查看劳工处第101年到105年的中间呐、啊，确实按照程序啊，哦，来追讨这笔经费啊，无，哦，那告诉公来得查出来有怠惰的，或是有没有依法行政的部分。我们就把它抽出来，依法论法嘛，对不？好不好？安尼好啊，郑爷。现有基地管理物的土地哈、哦，使用补偿金，啊，这个就是未结清这样的36,400多元。管理物的土地使用补偿金，哎，财政市长说明一下嘛。啊、哦，市长收的老板。管理土地是管理土地是，这是从前期拖不起来是安怎？大会主席哈、哦，感谢陈员的发文、啊、我想使用补偿金基本上就是说，它是在82年7月21号以前，对，好、哦、就在现有土地上面，然后它就已经有房子，有一些证明哈、哦，比如说税籍啦、户籍这些证明。那因为依法。就是依那个我们自治条的规定哈、哦，它其实是可以去承购我们的它现在所做的位置的基地的一个土地，
好，那现在目前就是这些有些都还没有买，他还是继续用，就是坐落在那个我们的现有土地上面。那这些现有土地就是使用补偿金的方式来去给他，就是支付他付我们一些租金就对，在还没有买卖之前，他付我们一些租金。那这些租金，因为我们那时候大概总共有四笔哦，这个是114000是总共有四笔，我们有拿两笔有追索到，另外两笔他没有钱拿不到。好，因为我们给他追缴他这个使用补偿金，他拿不到。那这两笔呢，我们都已经拿到债权凭证。啊，你这摆是讲讲82年以前的王税占地了，是什么玩意嘛？吼、哦，都82年以前王占去，吼、哦，也可以来承租，是不是？也可以来承购，是不是就这样？啊，你82以前都可以，啊，82年以后的。你没有？为什么知道你没有？你没有去查？有，我们每一年都会清查啊，跟议员报告。我们基本上都不会有这种状况，只剩下几笔哈。现在目前比较，就是说大概10几笔左右。那现在目前已经循着一些，像是我们在 BOT 开发也要把这个东西处理掉。另外一个就是在苏澳那边有几笔哈，那个要等都市计划变更完了之后才能够去程序，因为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再继续使用的，所以那个地方也是有处理的程序的。好，以上。不是每行定都一视同仁嘛哈，每行定的是管理的土地啊，有需要被人占，被人啊侵占还是什么代志？恁爱说伊讲啊，这边人这人较好，我就歹插伊；这人较好就做中山的，啊，这人不好我就甲掠伊来他做中山，吼、哦，啊是中山的吼。这是管有的土地，你也用占去，要土是真乌土。咱讲正经的是，啊，你即摆就是各个无啊全。即摆如果是82年前占有管有的土地是安那处理方法？82年7月21号以前，我们都会辅导他承就用租金的方式出租了哈，租金难租啊，伊那种租金哈，他以前缴的都很顺。好，那这个他就可以承购。那如果他不愿意去承租，就用使用补偿金这种方式。所以使用补偿金这一部分呢，我们也是每一年都有去选定哈几个去把它辅导。那慢慢的都已经成效，都大部分都变成转成租金了，用租的方式了。啊，你也听你讲，你后仔管每年定的仔有管有土地，我来去啊，我要来去啊，啊成，我要成我使用补偿金啊。八十三年了未使，迄种就算占有，迄个未使，我马上就排除了。处长。你莫一日每日去安尼，你要租地看到底是安怎好啊？你安尼，吼、哦，当讲拢恁两个去讲得好啊？啊，你唔知道你82年以后的这个程序上，要不讲60年前，82年以前你都可以说这个承租啊嘛，哦，啊是买卖都可以。啊，82年以后的是都，如果是发现到被现有被管物的土地被占有的时，恁。恁的即摆就是已经公共双方法来处理。好啦，迄个你私底下再去答好啊，安尼好不好？你这个案子不要这样子在一起，安尼你个个心我。我知影啦，你个搞到答好一个嘛，来都答好一个嘛，我大家知影嘛。他就是占用，我们就依法定程序去把他会去告他，然后去强制拆除。不是，这不就是讲你啊，他即摆这都。被人所占的，所地恁那马上就、啊、马上处理，主行了。是，马上处理、啊、嘿。好，那大家怎样解释嘛？好，处长，对啊，你讲债权凭证已经拿到了，虽然是现有土地，可是上面他有房子啊，有没有？有房子就可以强制执行了啊，你行了，不可以走，也可以去拍卖啊，对不？拍卖债权转移的时候他不要嘛，他行使他的权利他不要了嘛，啊，你行了，不要做这款代志呢。处长，安尼听有无？啊，来你倒的。阮即马已经就是拿到债权凭证，就是要跟他追缴钱的啦。不是的，债权凭证你要去查封嘛。所以我们已经在诉讼当中。啊，为什么要诉讼？你怎么啦？既然债权凭证拿到了，虽然欠你10块，啊，伊就无爱10块，无爱付你嘛。啊，有的人不见棺材不流泪啊。你得去法院啦、啊，那个执行处啊，强制执行嘛，讲啊，无我要封这间厝啊，房子也是他的啊。可不可以？这个可以，这个我可以为什么不做呢？没有，这个我们来研究一下了。就基本上，因为房子哈、哦、
跟土地是在一起的啦，哈。对啊。啊，他现在目前就是说他不缴，因为他现在实际上他是其实他是可以缴租金的啦。对啊，他缴租金。啊，我建工他租金又不缴了，啊，其实房子是他的嘛，名字是他的啊，哎空，哎，他去强制执行那个房子啊，主任可不可以？好了，这个标准有应该作为而不作为嘛？没有啦，我们都一定会做这种程序啦。啊，唔对啦，我来讲啦，那个，主任，李主任，在这历年度的保留这里，我干嘛另外详加查查啦？我很多人他没有在做啦，对不？违反就业服务法还偌济钱？那么是累积成多而已啦，累积成多嘞，本来是15万偌济钱啊，你啊，你老婆去做，每个人嘛保留在这边。哦，那你得承认了。主任，我感觉你要历年度的那个保留处，你要去详加查查，到底他没有去执行了没有？承认了。对，我先请教你的标准之类啊，都该看一下嘛。我确定这样子。好嘞，承认安尼好啦吼。那个各位同仁呐，我想这个101年的部分哦，嘛已经哦，咱讨论了上过，嘛已经时间占了真济吼，啊嘛真详细吼，啊嘛。真正的指出他的问题所在吼，我想伫遮做一个决议啦，好不好？我是希望讲，这个内底啊问题真侪，为什么拿到债权凭证而不去执行？这嘛是一个问题吼，可能其中啊有一些公务人员呢没有办法依法行政哦。我想伫遮，咱经三条啦，上100万以上的部分啦，请那个啊我们审计处这边来做处理。第一条是违反这个遗嘱管理。烟酒管理哦，1229万，这个部分吼，这是财政处。第二是违反就业服务法121万。第三个是南梁发电厂吼，这个部分100万。我想依照这三条啊，这个请啊，咱的这个哦，审计处这边家哦，特别提出来追查原因何在哦。啊，101年度的部分啦。哦，就用这三条来作为咱的标准来给追查。啊，希望咱的这个哦审计数据评价，看是你几个月内底会当完结圆满的答复，三个月够不够？主任，三个月有够啊！哦，好，我们就以三个月以内啊，他们给我们一个详细的答复。好，那啊，三条了哈，有了。对啦，一个财政处，啊，一个就业服务啊，劳工处，啊，一个关那个，啊，那个工商旅游处吼。劳工处这121万4000，十一条，嘿啊嘿啊嘿啊。啊，过来上下街三第三，哎好，哎对对对，好，这三条，请那个我们审计处这边三个月以内给我们详查，以后给我们一个答复，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继续102年度。继续其他收入，以前年度转入数2281000元，实现数30000元，保留数2251000元。好，有没有意见？没意见通过，继续。税客收入102年度转入数2亿4773万7000元。减免数354万9000元，实现数2亿4418万8000元。有没有意见？说明这钱了哈。好，这个被注下钱了。财政处长，你报告的。主席，大会主席哈，跟议员报告哈，那这个是所谓的我们的灾害抢建的哈，那。当时有2亿4700多万的一个预算哈，那现在目前执行的结果，就是因为按照实际发包，最后结算下来还有359万多哈，那这个是我们在101年度历次天然灾害公共服务是相关经费的一个使用状况以上。啊，现在这条钱都无去了就对了，结算了都无啊，干咩？拢做好啊，工程拢做好啊，啊，剩下一些钱啊，嘿。村的钱是含伊啊是？依规定缴回。缴回啊。嘿。哦，安尼有意见无？无意见继续。继续罚款及赔偿收入1320万元，减免数50000元，实现数1158万1000元，保留数1156万9000元。这道理啊。
罚款及赔偿收入。好，没意见，没意见通过，继续。财产及收入，以前年度整数数600元，实现数同数。好，没意见，通过。补助及协助收入，以前年度整数数2211万3000元，减免数344万8000元，实现数1509万9000元，保留数356万6000元。没意见，没意见通过。啊，哪一个？好，公里处。处长，赶紧。报告一下，你们这200多万到底怎么样？主席哈，跟各位员报告哈，那就是经济部补助我们办理的农特产品那个产销价值物流园区的计划280万元的部分，主要是因为那个在104年9月17日哈，那经济部的函里面这个计划终止，所以这个计划已经是没有在进行的，所以他这两百。对啊，所以这280万没有，104年的时候终止掉的，所以终止掉的这个计划就没有在执行，好，所以那280万其实就没有进来。好，啊，有其他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继续。其他收入，以前年度整入数144万1000元，实现数21万元，保留数123万1000元。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继续。税客收入，以前年度转入数3亿1111万3000元，实现数同数。没意见，没意见继续。罚款及赔偿收入，以前年度转入数966万1000元，减免数75000元，实现数626万7000元，保留数331万8000元。没意见。没意见继续。归会收入，以前年度转入数93万4000元，实现数93万4000元。啊，没意见，请继续。财产收入，以前年度转入数43000元，减免数200元，实现数42000元。没意见，没意见继续。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以前年度转入数5亿3018万元，决算审定实现数同数。没意见，没意见继续。补助及协助收入，以前年度转入数8991万4000元，决算审定减免数609万6000元，实现数6767万9000元，保留数1613万8000元。没意见。好，陈议员。影视文化产业这个 BOT 这个已经取消嘛，是不是安尼？好，这个公里处吧，请是不是取消了？说明，全部取消了嘛？哦，取消了后，后来之后还没取消。好，取消。那预算没意见，我们继续。其他收入，以前年度转入数937万1000元，实现数802万8000元，保留数134万2000元。其他收入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继续。继续丙支第三页，最后的丙支三，三中华民国104年度宜兰县融资调度决算审定表，债务之举措预算数152亿3961万8000元，决算数130亿6949万8413元。决算审定实现数128亿1148万6938元，保留数2亿5801万1475元，合计130亿6949万8413元，比较减少21亿7011万9587元。
债务之偿还151,636,001元，决算数131,4,128,473元，决算审定时限数129,691,9317元，保留数117,224,9156元，合计1,304,128,473元，比较减少187,509,2527元。说明。你今麦是税入啊，税出啦？你咩三？我咩看有啦？比之三。平啦。啊，税入都还袂好，你到你搁今麦要税出？你安尼我咩看有啦？哟、哦，你安尼我变看有啦，哎、欸，出去啊！好、哦，安尼啊，好，那这样了哈，哎、欸，刚才哈，刚才我们书记哈，朗诵的部分啊，我们下午再来继续，早上的会议就到这边先你结束，好。感谢大家，多谢。下午2:30哈、哦，拜托各位同仁，2:30拜托一下哈、哦，再个继续。姓曾啊，阿贤啊。